现场演出最担心的就是播放器死机。那么今天我们来演示一个高级的用法，这个是 LP16。那么我们通过这个1/2的踏板线呢，可以遥控两台机器同时播放。那么我们通过 U 盘呢，把我们需要的音乐呢，就是一模一样的两份音乐分别拷在了左边和右边的机器里面。那么我们按一下踏板，它可以同时播放。那么我们看到左边和右边的时间码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来模拟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状态。那么左边的这个机器呢突然断电，比如说这个插头松动或者是什么原因。那我们看到右边的这个机器还是一直在走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保证现场的最大的可能性的音乐不会断。